不能拿东西打人吗？虚弱啊，你虚弱你也打不了。哦，举盾的话会不会算是视野挡住啊？嗯，哎，你们人头哪去？哎呀，等一下，我们是红队吧？哎，等一下，音乐是被看死了。你没被看，看到看到，跟着他们追，他们追，他们在追。哎，我低着头走好了。低着头跟学小雨的还愿。有没有有没有？他们在看呢，他们在看呢，他们在看，他们在看呢。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很多很多牛奶带在身上？哎，牛奶没有用，一秒而已，你来不及喝。你而且你还要先找到铁。也、yes. 还有找到牛。哇塞！等一下你们现在在下面，我好怕哦，我看走路好难看哦。你走路好难看。对，我走路好难看，都外八，你不知道。哦，是哦，我先去运动中心，他有个那阿妈说，哎、欸，你那个走路哦，那个脚要往内走，不能往外走，这个不好看。不要看他哦，你看他，我现在去看猪哦。等下这里的路也太难绕了吧？太大了吧？是巧克力一个。他们没发光的反而都被凋零光了，是怎样？刚好看他，看死他，看死他，看死他！你们怎么那么远啊？看死他！你们都看到哪里去了？小雨，哇塞，你们好会哦！看死你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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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没走到现场啊！我还刚到，那可以看看看路看了哈！可以可以可以，看死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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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有没有用啊？看死你，我离你们超远的，我看死你。你的视角，你的视角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看死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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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死你！等一下，我们快死了啦！你还一直看我？五格真的太近了啦！超近超难、欸！我完全没有走到战斗现场就结束了。你五格看一眼对方看过来，你双方就走不了了。比赛就已经无法结束了，太快，就是要看到一方死亡。看一眼之后就是永远的互相看了。一定要死一看一眼就不用跑了、啊，这个直接弄一个小房间，我们干瞪眼比赛，太好笑了。以上才可以有那种远距离偷瞄，太好笑了，烦死了。好好看两个眼睛都要化糠了。两个眼睛分开，对呀，反正我还放那个花朵在花里面，就不会看到。可那应该没用吧？没有用啊，我们偷吗？因为刚刚我们在玩飘的时候，可是我们刚玩飘的时候，你们透过石头还可以看我们，真的？对啊，在石头里面疯狂飘，主要是你们没有发光，所以有时候会被挡住。哦，对啊，我们亮亮的比较好看。对吧？是一个格子在那边，比较好看，比较好看。是，等一下可以试试看那个视野中间的那个前面没有那个点，是番外眼两边同时两个这样子，啊，两个像触角，像触角，就是你头看的那个中间没有，可是你看的左右。太难了吧？你要算数学吗？你一定要用太难了啦！你要斜眼看人，斜眼看死你，好难。先被看死的会是队友哎。倒的先是队友吧，就被你看到死喽，真的会被看死。有挖个木头队友就，我怎么损血了？吓死！哇塞，这个地图好 bug 哦，这地形我觉得不行的、啊，还是我们超走远的吗？20个，这个二十个，20个吗？这个好难看、哦，20个，然后一次2秒嘞，这样就差不多2颗星。20个，低级人，还没有2秒就是一颗星，就是刚那个状况，刚就是2秒。哦，一秒它不会有效果。哇，这个地形！哇，我看到下面。要不要给个跳跃提升啊？可以在树林穿梭有没有？哇，这距离好远啊！没有，我们只有眼睛比较厉害的能力。好吧，其他能力都退化了。10个，20个。十个好了，20个啊，远一点、啊。20个，真假的20个太远了吧？超远，超远呢、欸。可以改成一格啊，就是那种现实中。一格跟一格是5格都一比都比到底了。直接贴上去。就看到一个人在那边，然后4个人贴上去看他的概念。而且要贴超近那种，有没有？那个还会看到对了。
好近哦。要不太远太远了啦。可以啦，试试看。哎、欸，很难 pew 到哎、欸。这里是繁星，在这边我看得到繁星这样子。那个、啊、三个人队伍就才会比较重要，要先杀。嗯。哦。好难哦。好难哦。好难去试试看。好远。好远的啊。所以现在是斜眼还是十个？没有没有一样啊一样啊，一样一样正眼，但是二十个正眼，好远对不到，完全对不到，分队。那要不要比较痛一点啊？你怎么都是三个痛一点好了。刚刚是两秒，我们改四秒好不好？好。哇哦！哇，你今天又是三个人一队呢？三个人一队。而且你队友两个半线勾。你的队友看人看到哭了。没有啊，眼睛大才有那种优势。有种被包围的感觉。一直瞪，睁开眼睛还不能眨眼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努力看，我努力看你。哦不！八倍镜的眼睛，走。好，下一场要不要来个一格？贴到底，贴到底，贴到底，要尴尬了。哎呦，你不懂，我不懂。怎么我就觉得？哎，等一下，繁星是哪一队啊？我是你们，我是你们啊！拍谁？拍谁？下期拜拜。好吧，就了。好吧，好吧。我怎么觉得我现在看人都没有效果？我看人有没有？因为太近啦，要超越、欸。要二十个哎、欸。二十哦。太近看不行，一定要二十个看才有。对对对对，我们需要量视力，所以要站远一点。太远了吧？那个。二十个大概是多？哎呦。很远很远很远哦，这好危险！可以下面有水啊。哎呦。你还没有跳准是不是？对啊，十秒十秒内无敌哦，还有这样哦，哎、欸，对，好像发光哎，你们会吗？不会，刚刚打过了，有一点印象，哎、欸，地府，然后啊，叫二零啊，二零帮我，给了，感谢，二零好猛哦，有了，没有啊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好不容易，我好不容易学会自己来的说。就自己来啊！你去喝牛奶。哎、欸，不对啊啊！没事没事，好可怕。怎样？哎、欸，这跳跃有点你一直叫我凶你，结果那天凶你一次，你就哭出来。你看，好累个、哦。干嘛？国王不能凶哦。不能啊，不能。这一场是有跳跃二是不是？有吧？是谁？有人呢、欸，跳能力比较好、欸。有人吗？还认识牛？我没有牛。不要吓人。要多远啊？看不到啊。根本就没有看到人啊。这么远。哎、欸，繁星，你怎么走这么快？二十个的话，我们这么近，看到对方也没有事。没事，我看到蓝队、欸。看猪会不会有效果？有，看到有都有。有啊，刚忘记问哈记可不可以动物看你有效果。哇靠，这也太坏了吧！要动物看你有效果最好玩，用眼睛杀动物。对啊，然后僵尸他们追你的时候也是看着你啊，你就只能一直跑。可是二十个才有效果啊。对啊，好远哦。僵尸一定看得到，僵尸很远就开始看你了、欸。可是，哦，没有可是。不是，我是说他们啊。好远，这个吃东西还要可以透视，对不对？那有多远啊？抓不到距离啊！哇，你们好远哦！不知道，等你就看你的准星有在闪的时候，就表示有。哎呦呦，他受伤一下！哎呦，繁星这个距离抓很准哎、欸！我以为是你看的哎、欸，我是看不到他哎、欸，呦，他快死了，啊、他被瞪死。这是我看的吗？感觉是。我因为我跟他互看，他没有看到我啊。哎、欸，有吧？哎、欸，我中了，我中了，我中凋零了，呼呼呼！是被没发光的人看了。哎、欸，我也中了，我也中了。西瓜，旁边默默看他。西瓜，右边有那个、哦、瓜。哎、欸，我就是被看的啊！团，你在旁边偷瞄。哎、欸，大吉，后面有人。哎、欸，有人绕背。哎、欸，繁星先回来，后面有人了。
这张地图不发光的人比较有看到巧克力在后面，巧克力在后面哪里？在我们后方，先瞪他，先瞪他，有来了，看到他被瞪了，他在哪里？看到了，跟着我走，跟着发光的走，我看到啊，痛啊，天哪，这个不能看一眼就有效果吗？还要看一阵还要停顿一下。应该还有两个队友哦，一下子拉近哎、欸！等下，有别人在看我们，哎，巧克力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我们应该在两队中间。西瓜，你看我，这种牛啊，靠，要牛！呜、哦，沉甸去峡谷，到底在干嘛、啊？这个，哎，谁啊？后面是不是右边？哎、欸，到底是哪里啊？这么近看没有效果啊！你干嘛去贴人家了？我们贴着互看就不会有问题啊！大吉贴在人家身上，一直有人在看我是谁啊？哎、欸，我找不到人，知道巧克力在这里，而且也上不去。应该是巧克力那队在看我，因为他们没有发光，看不到人。痛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！哎、欸，发现你的血，不是重点，是团团摔下去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真的耶，你好坏，你怎么笑人家？巧克力不见了，他在那边啊，还在那边、啊。猪，小猪，他在看猪。小心，小心！巧克力还在，他在那个需要空间方块。啊、后面 有另外一个蓝色，我看死他了，我看死他去了。哦、到底在干嘛？真的好好有事哦！天哪，我跟小雨在抓距离，太好笑了。哎、欸，娜姐，你们小心哦，小雨好像靠近。我在看他，可是他一直跑。这到底在干嘛？你人真好，你做了什么？看不到落井下树，哇！哎、欸，团团，嗯，我被什么东西看了、啊？二零，你看团团哦，啊？巧克力吗？巧克力不是他在哪里？他应该在我们附近啊。巧克力哎，这里有够难看的。我猜是没有发光的那一堆，因为看不到人。小心不要掉下去哦。哦，被看了。哦，繁星。巧克力啦，哪里哪里？这里没有那个没有发光的，反而比较有力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可以看到巧克力了。真的、哦？我在哪里？我在追他，等一下，海里哎呦哎，那个谁后面哦，哎、欸，阿纳吉，你后面有巧克力哦。好像我附近都是巧克力呀、啊。认真的啦，讲认真的，巧克力上次了，巧克力上次了，你们的后方，他躲在树后面。欸我剩一半的血，我也是，我不到一半，我剩一颗，我就剩半颗心啦、啊。我看到那个粒子效果在我旁边飘来飘去，可怕、啊！哎呀，好那个哦，这个，巧克力，你左前方二零，左前方，你现在是左后方啊，果然是你那个杰克，方，哎、欸，这个没有发光，太油腻了啦，对啊，障碍物太多了啦。这个障碍物太多了，他们都不用出现哎、欸。我们来反应一下说，说不行，一定要发光个一两秒。对，没发光的真的是太有力了。对啊，太有力了，发光的也都不太好打了，何况是没有发光的。加油！能应该要反应一下，改成看没发光的近一点就行。直接贴上去，加油！没有话，小雨，他两个也互看。太好笑！你就看到两个人，他们都快看没了。对啊，苗花那边啊，巧克力吧？巧克力到底在哪里啊？哦，在下面啦。没了。是苗花，苗花，他看不到人，他找不到人，要被羞辱了，更看不到人，超可怜的啊。对啊，他根本就找不到人在哪里。被三个这样看，根本就没得看了。哇，太好笑了！
看都看死哦。哎、欸，他们怎么还没上来？哟，哎、欸，所以那个洞是你们挖的吗？不是，那天然的。我看你摔下去的时候，挖洞啊？有没有穿墙外挂？穿墙太强了啦！不是啦，发光完全没办法看你们。我觉得少数的要发光个一两秒啦，然后就打不赢。一开始没有穿墙，有点打不赢。嗯，然后后来发现可以穿墙，就一直用穿墙就可以穿墙，一直都可以啊，一直都可以啊，穿墙。那也太 bug 了，所以